天，不接你。 Thank you.
不要担心漏流，请抢道，注意安全。
Thank you.
我操，这太难回应了，照这么样子的。只要他回去了，我就给那边大门上。喂喂喂喂。喂喂。 一会儿刚好拍你，还是给我来点？好。
Thank you.
你给我剥两果子。
和身份证扫码进入。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进入古城请购买门票，戴好口罩，使用微信扫描场所码或持本人身份证扫码进入。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进入古城请购买门票，戴好口罩，使用微信扫描场所码或持本人身份证扫码进入。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进入古城请购买门票，戴好口罩，使用微信扫描场所码或持本人身份证扫码进入。
掌声送给这位小姐姐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哈、啊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湘西非遗表演。每到秋收的季节，碾米匠都要用新米来预测来年的丰收之兆头。如果用秤杆一次性把米缸提起，证明来年呀一定是个丰收年。神笔湘西自古有三大秘技之谜，一是赶尸，二是放蛊，三是沉舟捕鱼。好，小朋友先不要上来，一会儿再上来好吗？来，邀请小朋友回到我们自己的座位上，我们的家长把小孩看好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这两个小朋友。一会儿要是对我们这个大谜和赌灯有疑惑的朋友，一会儿城楼啊，走进去，我们神威大将军给现场朋友们现场爆爆米花。
这面好舒服。他们人呢？现在没有下班，有下班没得嘛，大姐。